产品。好的，好的。好，哦，生面都有是吗？啊，光生面都有。对，这机器也挺明显，它那个大功能看得见。要不然，好像是啊。可以做一个，但这个玻璃还没做。晚上好，人在这儿呢。晚上好。哎，还不行，我还不能看我的。这不是龟背竹，这是葱蔓华丽花竹。在拍，在休息，然后，再聊聊聊剧本，再聊新的戏。对，润喉糖，秋梨糖吧，梨膏糖。这发色，对，有点丑。几点下播？12点下播。刚上播，刚上播。没有黑色好看，嗯，好的。等我们剪完了就是黑色了。眼镜不平衡是鼻子的原因吧，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假发，是真的头发，我染的。眼镜支架不平是吗？还行啊。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欢迎来到赞赞一周一会的动植物小课堂。眼睛有点斜呀，没关系。之前那个治虫子的药可以看一下，可以啊。朋友，你在屏幕上打一下，你需要治疗什么虫吧，预防什么虫吧，好吗？每个虫药的药需要的物品不一样。好的好的，拍戏尽量六月下旬能进组，尽力。黑色小飞虫，截一下图吧。这个对小飞虫可能会有比较好一点的效果。这个呢是可以预防真菌细菌的感染，可以用这个。这个是虫，这个是菌。玫瑰和月季基本上是红蜘蛛会比较多，红蜘蛛的话我们可以经常，如果是在室外的话，经常拿那个喷枪去喷那个叶片，喷蜘蛛。之前有个白瓶蓝色的，不好意思，我忘记了。我吃的润喉糖，吃的糖果。文竹是喜欢水的。是洗水植物，所以它叶片耷拉下来的时候就要定时的浇水。它的土壤需要保湿条件好一点的土壤，腐叶土啊什么之类的土都比较适合，园艺土、腐叶土都比较适合。对，头发掉颜色了。是有点胖，这两天吃的有点多。我下一部戏还没有定哦，还没有确定。等这个头发真的
褪完色了以后应该会剪短，把这些头发全都不要了，然后就好就是自然的黑色。富贵竹可以土养和水养都可以，水培的话可能就会更方便一点，就直接添水就可以了，散射光的地方都可以养，很好。不是在卖花，我们是在分享，家里面花房的一些植物，动植物。今天可以看波妞啊，可以看波妞，稍微晚一点好吗？后面的大叶子是叫粗麦华丽花竹，它是花竹属的。我就会几种语言，会的不是特别多。什么植物去甲醛比较好？我觉得通风最好。然后如果有甲醛的话，尽量在买家具啊或者是物品的时候，选稍微质量好一点的，提前做好功课，尽量就别买到有甲醛的东西。如果不小心买到了以后，我觉得最好的方式还是晾晒和通风，会比植物吸收来得更好一些。如果是要植物达到的效果的话，我觉得植物它只要有光合作用，然后基本上都能净化空气。对的，我在北京的家里面。你怎么整成这样呢？我不整它也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滤镜啊，只是前面打了灯而已，没有滤镜。我这个是没有滤镜的效果。染发了以后发质肯定是会变差，但是哎呀没有特别在乎吧。滤纸多久换一次水？是浇一次水吧，只要它干了话就会去浇，没有定期的去看，没有一个定期的数字和天数，都是每天来观察一下花房。后面还有哪些植物？还有挺多的植物，有竹芋类的，有海芋类的，有花竹类的，有鹿角蕨类的，有兰花类的，特别多种。还练舞吗？最近没有在练。看一下，这棵是这周开的蝴蝶兰，
他是在去年的时候已经开过一次了，没想到今年又给开花了。开花的时候我没有剪它，我本来想打算让它，因为夏天马上到了，可以把它弄成这个，把这个杆子它会开不出花来，然后会变成高芽，没想到它还是开花了，所以我估计也就会看几天我就会把这个花梗给剪掉了，让它的植株继续的生长，不要过多的吸收它的养分，希望来年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会开的花会开得更多更好看一些。那这个是已经开了二茬的花了，所以这一次才开了两朵。彩叶玉好养，前段时间我疏于它对它的照顾，它都已经干了，然后昨天给浇了水，现在又好了。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次开的花跟去年冬天开的花不一样，它这个叶心的这个红变得晕染的色变得还蛮好看的，这感觉有两个小眼睛在这里，大家有看到吗？还是蛮好看的。跟去年冬天开的不是特别一样，我希望，因为它这个苗子不是特别大，今年是应该是头次开花，因为大家还看到它最小的这个叶片特别小，所以它才是刚成年，所以我把这个花看几天时间就把它给剪了，不让它过多消耗这颗植株的水分，而且它们现在只要一开花，它的植株供给的养分会特别多，然后它的叶片会停滞生长，但是现在对于蝴蝶兰来说是生长的一个旺季，那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时间让它茁壮的成长的话，我会觉得有点不划算，所以我会把这个花给剪下来。大家，我们在到十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暂破50万的时候，给大家就是发福袋好吗？看看大家能不能破50万。谢谢朋友的关注。抽奖没有什么奖品可抽了。哦，对了，说到奖品，我跟就是上周如果有中奖的朋友们，可能要稍等片刻，我们需要买包装的东西，买到了以后，然后包装我们也要进行一些设计，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准备好了，然后再给大家发货，好吗？希望大家稍等片刻。可以抽花花嘛，最近没有什么花花可以给大家抽了。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酸辣粉，因为我不喜欢吃到醋的味道。上链接买花，不好意思，暂时没有。谢谢朋友送的花花，谢谢。酸辣粉，喜欢吃辣，我喜欢吃辣。哦，这是什么？谢朋友送的绿色的小金鱼，
哎，那个还挺好看的。喜欢吃芋头，对，我很喜欢吃芋头。山西人在线邀请，我去过山西，我去过山西。我可能醋是需要分品种吧，有一种醋的味道我可能会受不了，其他的就是吃一点点，其实作为调味料其实还是可以的。那个红薯，红薯也还可以。现在你喜欢养蜘蛛吗？不是特别喜欢。大家有看到吗？上面的已经开始正面，已经在结花苞了，它终于要开了。等了那么长时间，它终于要盛开，太难得了。我手上的是这个星期该刚盛开的蝴蝶兰。因为它已经今年已经是开了二叉的花，所以花量不是特别多，才有零星的两朵。其实我就想确定一下它的花品，今天等它下播了以后会把它拍照，然后作为一个编号，然后入库，就作为它的成长记录，然后就会把这个花给剪掉了。我的蜜袋鼯因为拍戏的缘故，所以送给朋友，因为蜜袋鼯特别粘人嘛，需要，然后不好带，所以就送给朋友了。每周哪天直播，我们是每周五晚上10点准时跟大家见面，一周一场，然后是从因大概的时间是从晚上10点播到12点，每周2个小时，每周一次。我们主题是赞赞动植物小课堂，或者是大家每周有什么趣闻乐事都可以分享。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就是好好在过生活，没有在忙什么，就是该工作的时候工作，该去见人的时候见人，该骑单车的时候骑单车，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浇花然后换雨水，就每天生活看剧，乐此不疲的积极向上的在生活。现在能看一下新的地方吗？能啊能啊。先有就是一个奶白色的那个地板革地胶，因为现在这个机器架在这不好给你们看，我们快结束的时候给大家看好吗？今天的发色就会更白一些，褪色的颜色会更浅一些。那我把这个花给放上面。
放不是特别好。要不如把刺给挡掉，不错的。好，养个，我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个我喜欢养兰花里面，然后开花频率很高的一种，它是絮花型的蝴蝶兰，它这个一直在前面絮花，大家有看到吗？我看一下花牌，它的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红色珍妮佛娇露德，它这个斑纹，然后它会一直在开完了以后，它会续梗，续梗前面，然后还会长出花苞。这颗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它是续花型的，就是不分季节。赞赞鹿角蕨好养吗？特别好养。我大的鹿角蕨是去年才购入的，结果已经长得很大了，然后它已经有侧芽了，已经，它已经开始长出了宝宝。啥名字？叫啥名字？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名字。红色珍妮佛娇露德。自反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镜像的关系，你们就大概的看一下就行。名字叫珍妮佛，红色珍妮佛娇露德。对，它是一个，我觉得它絮花性蛮强的，而且叶子啊什么长得都挺好的。只要你把它养得越来越壮，它的这个杆子会越来越长，然后是絮花型的。大家有看到吗？一般像西莲丽蝴蝶兰呢，它是分时间的，一年可能就开一次花，顶多开两茬花两次。可能如果冬天开完了败了以后，你剪了花梗，它如果春天气候好的话，它可能会再抽一次，就是两次嘛。但像这个露德，这个叫原生兰，所以它开的会，它是续花型的，它开完了以后，它继续还会再长，所以是比较适合大家的，然后也特别的好养。如果大家对兰花感兴趣的话，手上戴的都是礼物，都是朋友送的礼物。我刚刚有朋友想要看这个鹿角蕨，其实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已经长得很高了，而且大家有看到它原来是这样的叶形，就是分叉不是特别多，而且它比较粗。现在大家看到顶上的这一些，就是站起来，它的这个分叉，大家有看吗？一个拇指这么细。所以分叉会越来越多，它这个原来分叉就会很粗，现在越长就越细。然后它这个呢是它的一个侧芽，它长出来，但长了叶心了，所以我们后期要给它做手术，
把他的母亲和孩子给分离开，就把他重新给种，他后面又长出了一个小苗，一共就长了两个 baby。去年的时候没有这么大，对，可以长在墙上。可能对于我觉得这些植物，对于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大庭院或者是上班族来说会比较方便，然后既满足了室内，它可以作为一种室内的观赏植物，就是一个它会可以成为一个生态的艺术品，给你的家居带来一丝绿意，然后还挺好看的，装点一下自己的家，让自己的家显得生气勃勃一些。其次呢，它还不占地方，我觉得特别好。有一些大一点的植物，你可能需要一个，如果落地的话，得放着，就特别占地方。这种呢，就可以挂在墙上，节约空间，又可以点亮整个家，就是家的那种气息，会让人家眼前一亮。而且这些又不是大家通常能看到的一些植物，还是觉得还是区别于比较大众的一些或大众的家吧，会带来一种艺术气息和生活气息。招蚊子吗？不招蚊子。如果你养植物特别多的话，的确会容易招来蚊虫，但是做好了防护其实就还好。哦，讲讲补光灯呗，是吧？对啊，因为上周我好像记得有朋友也问过这个问题，我现在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吧。其实补光灯，首先你得要看你养的是什么植物，你植物它的需要的光照是多少。如果你的植物是比如说是阴性植物，或者不需要特别多阳光的话，就没必要安上补光灯。如果你是要种一些需要高光照的一些植物，且你白天的时候光照不是特别充分的话，你就可以准备一些补光灯。补光灯呢，它里面的光谱还有色温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多肉植物，它是需要上色的，它可能会需要一些红光谱啊，或者其他光谱的介入和配比，它会使它的颜色发色会更加好看。如果像我们这种是绿叶型的植物，它没有发色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在那个需要选择性上面来就会提高很多。对，然后光照呢，时长也是根据植物的需求我们来去调节的，包括它的光的亮度，还有比如说你离灯越近的时候，植物的那个吸收光照会越强嘛，你稍微离远一点，它可能光线就会弱一点。我们是可以通过调灯的那个亮度，还有就是植物和灯的距离来调整。大家不要再聊头发了，如果再聊头发的话，我下周可能要戴帽子跟大家聊天了。
就一直聊，我觉得头发没啥可聊的，对吧？可以跟李红一二搭吗？如果有机会的话，当然是也很开心啊，也很乐意我们的二搭。还是看缘分吧，看有没有合适，都合适我俩的剧。出问题了。哎，那个听力在外面一直，为什么一直在叫？不要再聊我头发了，谢谢。外面没有在下雨，是因为有鱼缸的缘故，所以就大家能听到流水的声音。新杯子不是，我最近都没有买杯子。杯子上面的字是观音听石，我记得没错的话是在坂本龙一在北京有一个展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完了以后买的收集的一个纪念品。赞赞啥时候讲鱼呗？可以讲鱼啊，你想问什么关于鱼的一些问题我都可以给大家解答。看看杯子，看看后面的花，后面还蛮多花的。哦，你要具体的，告诉我你想看的是什么花。想看卡特兰，后面的卡特兰，是这里面的卡特兰吗？难道？这是我刚种下的卡特兰，它还没有恢复，它的状态还没有恢复好。不过已经开始长出了根了。不过已经开始长出根了。这个比较干，看一下。貌似没有长出新根。是用植物灯养吗？对的，我是在给他们补充光照。不热，花房现在温度还蛮适宜的，20多度吧，25、26度左右。我没有养石斛兰，石斛兰的确还挺好养的。因为石斛兰比较高大一些，我这花房不是特别大，所以还没有养。但是在海南的家里面是有养石斛兰的。北京只有养了卡特兰和那个西雷利蝴蝶兰。薄荷怎么养殖？薄荷只要买园艺土和腐殖土就可以去种了。然后现在也是薄荷的生长旺季，然后浇水的时候呢，渐干渐湿的浇水，可能要浇水要浇的勤一些。薄荷是一个喜水喜阳光的植物。
在家养绣球花可以吗？其实也可以，但是绣球花最好还是在户外，因为绣球花长得也比较大嘛。当然在室内也能养得很好。你的爱好和爷爷很好像，对，我就是猪爷爷。绣球花有毒吗？哦，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长知识了。是音乐人坂本龙一，是的。你除了养花和跳舞还有什么爱好啊？爱好就是休息，感受生活。刚和老公吵完架，需要姐妹的安慰。不需要安慰啊，有啥可安慰的，赶紧去跟老公和好呀。床头吵架床尾和，赶紧和好去吧，求什么安慰呢，应该要解决问题是吧。或者来直播间这边听听我说话，听听水声，然后就能让你治愈。又看困了，看困就早点休息吧。我也困了，我也想下播。哭了半天了，自己发泄一下也是好的。你们是硬性直播吗？就是都有吧，因为形成了一种习惯，就还是要播，但是播的时候也有想播和不想播的时候。倒不是硬性，如果你觉得这个事儿你不想做的，你也可以不用去做。我们这个圈子没有那么多什么硬性不硬性的，就包括你来看到我的直播一样，可看也可以不用看，所有东西都是遵循自己的内心。那挺好的，有的公司要求必须直播。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分为二吧，必须直播这个事情有可能是觉得公司觉得直播对艺人来说是一件好的事情，但艺人想偷懒不想直播，这个那当然必须公司必须要采取必须的这个方式来去执行，但是最终受益人是艺人本人，对吧？所以这种东西要一分为二去看事情。我感觉你今天不太想要直播的样子，可能因为你是老粉嘛，所以就是你感觉有时候有可能是对的呢。这是可以说的，
这当然是可以说的呀，我们就要分享心情啊，分享实时的状态，而且要真实的把说出自己的心声啊。有一点小情绪，没有小情绪，没有小情绪。客厅两边需要放绿植，哇，放什么绿植？朋友，你首先要告诉我，你家是朝客厅是朝南朝北，然后大概有多大的地方能容纳植物？啊，然后你是南方还是北方？这很重要，来取决于我介绍给你的植物适不适合你的客厅。今天的心情不好，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其实今天可能做饭做累了，因为太久没有做饭了。今天做了一个萝卜炖牛腩，对，自己做，然后做饭做累了，吃完了然后就洗了个澡，然后就跟大家直播了。为什么老是自动取关呢？这不知道哎，这个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我可能也不能帮你解决，这我也不大了解，是不是有什么 bug 出现了？做得好，做得好吃吗？还挺好吃的，但觉得今天买的牛腩不是特别的好，应该因为你这种炖的牛腩最好是要肥瘦相间，然后带一点点牛筋的那种感觉的，或者是牛腱子肉会比较好，适合炖一些。今天我买的的确是牛腩，但是送来的时候它是一整块瘦肉比较偏多，基本没有什么肥肉，所以炖出来的肉质的感觉不是特别的OK， 然后我今天炖的时间也没有很长，炖了差不多也才一个半小时吧，但好吃还是好吃的。放香辛料了吗？当然放了，放了那个香叶和那个啥。反正都放了，瞌睡了，我先睡。好，晚安，早些休息。对，放了八角。没有，今天我做的没有放桂皮，之前是有放桂皮的，因为之前是那种炖的是肉和汤汁会比较多的，今天呢是汤汁基本上是要收干的。看水呗，爱喝茶吗？爱喝呀，茶很好喝呀。陈皮放了吧？没放。你会什么乐器吗？会啊，吹牛。还没有通过粉丝五级的群呢，是已经到级数了吗？然后是不是把其他的群都给退掉？如果退掉的话，应该会通过的。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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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我们再通过好不好？可能会有一些些遗漏。二胡和古琴就是只是学了一点点皮毛吧。
线下活动怎么参与？希望在六月份的时候能有一个线下活动吧，还不确定。啊，兰花开败了以后改是不是不要剪掉，以后还会开花？有些是还会继续开花，有些它那个杆也会自动的干枯掉。因为如果接二连三的开花对植株的生长是没有利的，因为它是属于那种只要开花长梗了，它的叶片是不会再继续生长的，它的叶片会停滞生长，把所有的养分供给给花干和花。我现在在没有在拍戏，在休息。那杆枯萎了还会再长吗？枯萎了，它那个杆就是真的枯萎，就需要剪掉。然后它到合适的季节还有温度的时候，它会再抽出花梗来，重新长出一个新的花梗。10万，那大家加油吧，那到不了。那下一次给大家再降一降好吗？别50了，50太为难大家了。搞一个懒人沙发坐在这直播会舒服一些。是的，一直都在考虑，但家里面东西太多了，所以就没有进。好的，在北京。最拿手的是什么菜？是别人煮的菜。到了波妞吃饭的时间，对的，还有差不多5分钟。老家是海南的。对，后面的花又有花苞了，真的。等这个开花等得太久了，这些真的开得太墨迹了。开两次吗？对，已经开第二次了。按理来说最好是把它给剪掉的，因为现在是蝴蝶兰的生长旺季，它一直在开花抽梗的话它的叶片会停滞生长的，所以大家有时候有看到一些叶片，它会一般来说就是上一片叶子会比下一片叶子长得就是新叶子会比老叶子长得更大一些，但因为有些是停滞生长了，所以就会变小。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其实我可以拿给，就是我再找一棵植物哈，我看一下。
我们拿这一颗植物来做，这个也不能做比较。找一颗，大家稍等一下，我找一颗植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棵植物，就是它应该上片叶子这么大，这片叶子应该会更大来说，但是因为它抽花剑的原因，然后它就这片叶子就停滞了生长，然后因为它又到了这个长叶子的旺季，所以它又长出了新的一片，所以就是我观察吧，它就是一片叶子有类似于规定的时间生长时间，如果它没有长到最好的，它也不会就是最好的那个叶形和叶片的时候，它也不会等待下一片叶子，也会照常的会抽出来。但是你看它又抽出一个新花梗，上一个花梗才刚剪。这根长得太好了，拎一拎，该浇水了。兰花多久换一次移苗土？我基本都是要那个水苔给它种植的，石料的要看你就浇的水啊，或者是有多方面的因素导致这个水苔的使用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一般可以用个3年左右，如果保养的好的话甚至可以更长一点的时间，如果你保养的不好的话，这个石料水苔可能很快也就会酸化掉，就跟每个人的。然后还有就是水苔的那个质量也不一样，所以我给大家转一转屏幕吧，是不是就要到你们看小鱼的那个时间？哎，开始，好了，已经开始投放饲料了，大家看到吗？饲料，这个是广温鱼，这是另一个鱼缸。嗯，对，有浮萍，那个是一叶莲。长出了很多，因为环境太好了，它们长得很快。这个一叶莲，对，是的，一叶莲。
灿灿的晚年怎么样？已经挂掉了。后面他们没有照顾好，已经挂掉了。他们也没吃饱。波妞会排卵，等下我们要人工去给它繁殖。对，他们在啃青苔。那个游的老慢的是哪个鱼？另一条是七彩神仙鱼，像一个大圆饼一样的那个是七彩神仙鱼。黑色的也是蓝瘦金鱼。对，当然蓝瘦有黑色的，叫黑瘦。它原来它的花纹是雪豹色的，就特别像雪豹一样，身上的斑点特别多。结果越长，它那个黑斑爆出来的越多，然后就变成了类似于黑瘦的感觉。这个神仙鱼吃的也是金鱼的饲料，它长得贼胖贼大。现在对神仙鱼，它就是像一片树叶一样特别扁，但是它已经变胖了很多，它长得特别大。现在海鱼好像颜色很丰富，其实淡水鱼颜色也有很丰富的。浮萍会开花吗？会开啊，这个一叶莲已经开过好几次花了。有养清道夫，也有在养，可以给大家看一个，要不我就，大家同意我挪一下我的这个手机吗？带你们去，带你们去看一下另一个小鱼。这个就是
但是它是白化的。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水草，这叫辣椒蓉，大家看到它那个变换的颜色吗？这里面还有另一种清道夫，它的尾巴会特别大。对，辣椒蓉，是的，吃的那个辣椒，然后榕树的榕，它有水上叶和水下叶。哎，刚刚大家看到这里面还有一个小动物，这个。它的眼睛是，它们的眼睛是黑色的，刚刚我们看到那一只是眼睛是红色的。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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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哎，不过来，那、no, 这过来。来，过来。哎，过来。过来。这个叫黑灯管。这个是球形的月光美人。七彩神仙还没入这个缸呢，他们还在检疫。再给你们看一个小鱼，大家有找到中间的一颗小鱼吗？看到吗？对，他们游的比较慢，他们叫巧克力娃娃。哎，在后面还有一只。已经要开花了，大扁鱼。刚刚有朋友想要看它的特写。它是不是真的很扁？你看这些是不是很胖？看你们再看这个水胎吧。看这个青苔，
终于接了小果子，本来这里面还有很多花苞，结果被那个灯烤住烤了，这个就断了，断了一点。昨天晚上给他们刚浇完水，这颜色变得又淡了，又更好看了，这个颜色就会更淡一些，比这一朵更淡一些。这根长得都很好哦，大家看看水苔的区别吗？这都已经泛绿了，长了青苔了，这还没有，但是大家有看到根吗？都长得很好。这个已经等了很久了，一直都还没给我结花苞。真好看。这个根真的密密，这都，这又长了两个花剑，它们可真的太会长花剑了。我们最喜欢的小飞猪，它现在分叉分叉的很多，你大家看到吗？它的宝宝在后面又长了一颗，在它的背面，这个的背面长了一颗，这个已经开了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在开。它这个翅膀这里好像有点小变形，想要飞起来的感觉。这个变得现在特别好看，特别美，很白。这个鹿角蕨，这都是我的意思，可以给上面再上来。就开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火猴王。火猴王长了新叶子，现在还没有定型，是它的老叶子，上一片叶子，这是新的叶子。火猴后呢也长出了新叶子，这些都长出了新叶子，长了很多新叶子。有朋友问我，上次问我这个，这个呢就是索地罗。索地罗曼绿绒，这就是大家看到我的卡特兰，这些都是卡特兰。
因为不知道说什么。水苔一般可以用，我觉得它的一般的寿命是3年左右，一般3年了以后要换水苔，但是这个水苔的关于寿命长短的问题要看你水质或者是保护的它好不好。有些人的使用水苔的保护好的话，3年了以后还可以再用。有些人呢，就是如果把它水苔酸化了以后，可能很快就会坏掉，就得要换了。有工作进组了，怎么照顾花房啊？就会有阿姨，还有那个工作人员会帮我来照看，因为他们现在里面的生长已经稳定了，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系统，所以只是不要让他们干到就会好。那可能我自己打理的话，会有施肥呀，或者是把他们照顾得更精细一点，会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可能会更及时的处理一些，剩下的其实也还好。哦，是有高考是吗？祝你高考顺利呀，考出一个好的成绩，考上一个你理想的大学，当然可以。放平心态，就是考试的时候放平心态，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去到一个能上一个你想去到的城市和大学。加油加油，不用焦虑。三三数学好吗？不好，数学不好。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不像以前可能经济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我们只能靠学习或者高考一条出路，然后能过好自己的人生。现在呢会更加开放一些，所以大家考试的时候也不用心理负担那么的重，只要考出自己满意的分数就可以了。人生有无限可能，高考也只是人生中一小步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吧，它只是一个环节，但还是很重要的，需要大家认真负责的去对待它。不用不用不用，当然不用送礼物，因为你还是学生，把钱留着，然后多买一些好书，多去把钱攒着，多去一些地方旅游，增长一些见识，这对你会比较好，对你的人生未来会有一些新的启发。你爱旅游吗？我挺喜欢看世界各地的，但我也同时也是个比较宅的人。
小说和书不冲突。对，我说话本来就语速会比较慢一些，后面粉色像蝴蝶的是什么？是它，朋友你形容的很贴切，它叫蝴蝶兰，我可以拿下来给你看一下。那为什么叫蝴蝶兰呢？就是因为花朵就像蝴蝶的羽翼一样，翅膀一样，随着风的随着风而摇摆，是这样，所以它叫蝴蝶兰，静态是这样的。对，这是第二次开花了，这叶子也比较银一些，这个好养吗？其实挺好养的。芒果的季节到了，吃了吗？吃了，吃了还吃的挺多。对啊，最近有在画画。会购入一些新的植物了，植物可能就要这么多了，已经照顾不过来了。我就等把这些现有的植物都养好，然后来年它开了一个花墙，到时候给大家直播的时候会有一种别样的心情。对，我也期待，我也期待满墙花都开了的时候。是的，明年应该就会有花墙了。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经常晚上想睡觉睡不着，那就来直播间听一听水声，听一听音乐，应该还蛮催眠的。你喜欢多肉植物吗？我挺喜欢的，但是多肉植物是一个，因为我以前养过，所以它是一个靠天的植物，所以我现在不养。我现在养一个我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我养的一些植物。下周有线下活动吗？下周是周几？应该没有。
哎，还有三分钟，咱们就下播吧，好不好？今天早点下播。最近在喝什么茶？最近没有在喝茶，最近喝茶的机会比较少。家里的发财树让我养死了，但是有新芽，需要换土吗？先不用换土，先不用动。它如果长新芽的时候，先让新芽给长好，我们才进行。比如想换土啊，或者挪地方啊。如果它现在正在长新芽，先别动它。一动它那环境，它又需要适应啊，又或者怎么样，就不是特别好。鹿角蕨好不好养？我也想养。鹿角蕨太好养了，它需要的环境呢是偏湿润一点，然后明亮的散射光就可以了。要看品种，如果它的叶片是那种长了很多毛絮的话，它是可以接受更强一点的光。比如说是鹿角蕨，它适合的光照呢是，大家可以买那种测光仪是适合5000到10000 lux。然后可以给大家看，比如说这颗是稍微偏白一点的，可以挪一挪。这颗是比较偏白一点的植物，它就比较耐受灯光，它就可以接受10000 lux。但是像那个就比较偏绿一点的鹿角蕨，其实它可以放底下一点，它可能5000 lux就已经可以了。然后它是长白色偏白色系一点的呢，灯光越强一点，它的那个毛会越厚一点点，就越白一些。它也比较能耐晒，因为它有一层白色的毛毛嘛。后面不灵不灵的摆件是啥？没有什么不灵不灵的摆件。背景的大绿叶就是一个花竹，一个叫粗麦华丽花竹，比较普通的一个品种。愚蠢的我把毛毛给擦了，我的天啊！不要擦，不用擦毛毛，毛毛是它有保护植株的这种机制的功效，它比较防水，也比较防晒。你见过仙人掌开花吗？当然见过。黑板下面这个是一个灯，它是一个落日灯。这个毛吧我也擦了，我的天，大家不用擦呀。我以为是灰尘，我没事儿，现在还来得及。如果出新叶子的时候，尽量不用擦。其实给大家看一下，它不擦会更美。哎呀，大家有看到吗？这个，大家你看，擦了就是这个磕碰到它的粉会掉。如果不碰它的话，它这种特别白，它这个粉，它这个看到吗？这个是绿色的，偏绿色的，它毛不是特别多，大家从冠也能看得出来，它的冠也能看得出来，它不是一个偏白的品种，这两个一对比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是偏白的个体，这个也是，但这个没有那么白。白色很好看的，碰到身上会刺挠吗？
这个叶子叫孢子叶，这个呢是叫它们的营养叶。营养叶的关系是用来储存它的水分，它这个营养叶后面它会长，那不是这个孢子叶后面会长孢子的，孢子叶是可以用来繁殖的。我看看我这里还暂时没有长出有孢子的。对，这个光是有点偏一点点粉色的，当时买回来的时候有点买错了，但也没关系。那你看这两个灯光一对比是有一点偏粉，但是还好没有那么粉。鹿角蕨会开花吗？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开花，没有看到它开花的表现形式。是粉色，不是，我的阴原色是紫色，不是粉，紫。我好像不大 get 到粉色。对，锦葵紫色。好了，我们今天可能直播就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我们下周的时候还能同一时间跟大家见面。祝大家周末有一个好的心情。再见，大家早些休息，周末愉快，拜拜。咱们下周还是同一时间10点准时跟大家见面，拜拜，晚安，早些休息。哎呀，错了。